的就好。立正，向前看，向前看，小心。钱小璐，到。出列。丁小小，到。出列。今天的决定权掌握在你们自己手里。如果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今天的科目，你们可以继续留在跳伞队。如果完不成，退队。明白吗？明白。好，准备。第一项，蛙跳。哎，别玩了，别玩了！来来来来来，你跑哪儿去了？这么少一个人呢？女队，女队怎么了？说你那德行怎么了？赶紧说！女队正在补钱小璐和丁小小的体能呢，单杠、蛙跳、仰卧起坐、俯卧撑，哎呀，反正是一项接一项吧。我看他们快盯不住了。这孟教练也太狠点了，我都看不过去了。哎，你那么可怜他们，为什么不气他们呀？是不是啊？哎，江波，你跑回来干嘛？测完了？没呢，还个十公里呢。哎，下雪怕他们盯不住了，让咱当拉拉队去。走啊，走吧，走走看，走走走。让他们自己跑。小小姐加油！还剩下最后三十秒，二十九，二十八，二十七，挺住啊，小璐。二十六，二十四，二十三，二十二，二十一，十八，十七，坚持住，十六，十五，四，三。二一，时间到！太棒了，小姐，你真绝！来，结束吧你，小璐。我这样子是不是特惨啊？好样的，小璐！在这么好的集体里，你要是被退了队，我都替你惋惜。把它交给我吧，来，我的好妹妹。哥，妹妹，我说句公道话。你以后真得注意点了，我可不希望再看到第二次啊！嗯，呸呸呸，乌鸦嘴，再有第二次，我直接到你公司上班去。快拉倒吧你，谁用得起你啊？啊，行不行？没事，真的不用我了，那我回去了。来，小璐，哥再见。再见。钱总，孟教练，谢谢你，我没想到小璐有了这么坚强的意志品质。那也不用谢我呀，是他自己努力的。好，好，那我先回去了，改天，改天我一定请大家吃饭啊。不客气。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晨，嗯，一块出去坐坐。嗯，怎么了你？哦，我不去了，你们俩去吧。一块去吧。是啊，我真的不去了。你有事儿啊？没事儿啊。啊，我在等一个人，还有点事儿。走了。我们走了啊。哎，好。好了，医生怎么样啊？你这啊是视网膜裂孔，要注意保护。视网膜裂孔严重吗？挺严重的。你是哪个单位的啊？我是跳伞大队的。
啊，那你最好不要再从事这份工作了。跳伞啊，高空风大，冲击力也很大，对你的眼睛损伤还是很严重的。我知道。知道就好。能住院吗？不能。啊，那我给你开的药一定要按时用，注意啊。谢谢医生啊。医费2000，已经通过了全面的检查。上级命令我们马上参加试跳。明白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动作要快啊！先飞两个架次，动腰先飞，你队准备啊！动作快一点啊，要快。抓紧时间。李爽，今天你是机长。来集合。好，我再讲一下。你们这个架次飞3圈，第一圈4个，两个老队员，两个新队员；第二圈呢也是4个，一个老队员，3个新队员；第三圈是4个老队员。如果前2圈顺利，第三圈试着踩点。大家都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明白。好，登机，向右转，别莫走。王飞，到。情况怎么样？一切正常。动腰，动腰，听到请回答。听到请回答。动腰，听到，请讲。动腰，动腰，进入航向2、3动。重复一遍，进入航向2、3动。动腰明白，进入航线，进入航线。哦，下来了，下来了，开伞了，太棒了，这新伞真好。怎么样，小鹿，感觉好吗？你好，来，那你抓紧时间，赶紧叠伞。哎，香露，哎，香露，感觉怎么样？啊，上去一跳不就知道了吗？哎，就是牛了！哎，别动，别动，过来，过来。哎，看张岩。看张岩。哎，张岩。副教练，感觉怎么样啊？不错，操纵灵活吗？嗯，很好。赶紧叠伞去。哎，走。小露姐，新伞好用吗？好用。新伞就是好，踩点比以前准多了，真的。队长，感觉怎么样？还不错。下一轮要跳定点了。来正格的，放心吧，看看。哟，加油！哎，班长，向右拖把来啊！这多少年没见了。谢谢，感觉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操纵太灵活，对低空近距离调整不利，不如老伞稳定，我觉得有问题。那问题在哪儿呢？
只是感觉，我一时也说不清楚。雨辰，是不是伞有问题啊？没有啊，伞很好啊。那你怎么跳这个成绩呢？啊，可能有点问题吧，我现在也说不好。早点休息啊，董飞，我说点事儿。啊，你等会儿。走，今天提的要求注意了啊。什么事儿？我妈星期天想到你们家看看你爸爸。怎么啦？不欢迎啊？不是，这么大的事儿，我都得跟我爸商量商量吧。什么事都跟你爸商量，走。菲菲，他们来了。哦，刚到，来了。您这是干嘛呀？这弄得比我还紧张。哎，我呀，是既等着这一天，我是又怕这一天。来，我来。你好，你是孟非吧？是我，这是我爸爸。哎，您好，来，请。好，叔叔。啊，你好，来，请进。阿姨，您里边坐。哎，好。您请坐。好的。哎，请坐。天祥坐啊。哎呀，你看，又让您破费了。哎呀，你这房子不错嘛，哈。啊，还行吧，啊，够住的。哎，菲菲，赶快切西瓜！哦，我来，爸，我来。您坐，我去吧。不用客气。我听天祥说，你是唐山人。啊，是。哦，哎，您也是唐山人？对。啊，我也听天祥说的。您是哪一年离开唐山的？就地震的那年呗。我当时啊，被埋在瓦片下面。等挖出来的时候，就给送到石家庄的医院，伤好了以后，就随军走了。哎，这地震呢，不敢提呀，提起来伤心呢。我那一家人呢，都埋在里头了。我那女儿也是啊，刚出生才一天，就被埋在婴儿室了。他要是还活着的话，应该跟你的女儿差不多大呀。那地震以后，您没有再去找找孩子？怎么会不找嘛？可是整个唐山都震没了，哪找去啊？妈，您提这些干啥？就是啊，爸，就不能说点高兴的？来，阿姨吃西瓜。哎，好。来，请。雨辰，我托人给你买了几瓶药，你试试。谢谢啊。王顺儿，
对。你能理解我吗？我13岁进跳伞队，跳了17年，从预备队员到正式队员，和我一起的战友都走光了，好不容易等到明年世界军人运动会了，我的眼睛又不行了，我等待了这么多年的机会就这么悄悄从我自己的手上溜走了，我真的很不甘心。我理解你，真的，可眼睛是你自己的事儿，不行就不要硬来。点儿。哎呀，夏雪，大家都跳着没事儿，你那么认真干什么呀？哎，赶快把1飞2000试跳完了，我们好训练。小鹿，你不练还不让人家练啊？整天就知道臭美。乐乐，来过来。哎，有事儿？哎，正好我刚洗完脸。哎，小姐，一点点就够了，你有多大一张脸啊？那还给你点不就完了？哎，别往我这抹。哎呀，太棒了！你也臭美啊？小东西，你也知道护肤？那当然了，你看外场太阳那么毒，紫外线那么强，什么都不抹不变成泥鳅了。是不是啊，小小姐？哎呀，一边走一边抹，来，姐找你有点事儿啊。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嘘。这钱小璐又想起什么来了，把杨澜给派出去。妈，您觉得孟非人怎么样？我先不表态。你再考虑考虑，娶个媳妇儿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首先得看他个人的素质，他的身体情况，更重要的是他的家庭教养。您在选妃子呢？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家庭背景？这话不能这么说嘛，妈是对你负责。我觉得夏雪比孟非好，你看你这么做，挺对不起夏家。我个人问题跟夏家有什么关系？我自己做主不行吗？是让你做主啊，可妈可以给你做个参谋吧。这次来不及了，等下次回来啊，咱们约上他们全家一块吃个饭，聚一聚。您今天啊，这豆腐做的特别好，刚才天祥还说好吃呢。哟，这怎么了？啊，爸，怎么了？这刚才不好好的吗？啊，想我妈了是吧？菲菲啊。嗯。天祥，他对你好吗？你是为这个呀？行了，你放心吧。好，好，好，您要是舍不得我呀，我哪儿都不去，我陪着您，啊。菲菲啊，你和他呀，不是一路人呐，不像。哎，爸，你别喝了，别喝了。您先进屋休息一会儿吧，啊。我扶您进去。我说你们。来来，我来。来。哎，当心。哎。当心点，小心点。哎。
没听他说啊，不去了。乐乐乐乐，来来来，班长雨辰姐，我们俩说点事儿啊。事儿办得怎么样了？哦，嗯，告诉你啊，王帅家在山东青岛，没有兄弟姐妹，就他一个。哦，嗯，他毕业于哈尔滨空军第一飞行学院，到部队3年半了。嗯，没事，我走了。哎，乐乐乐乐，哎。就没别的了，你要什么别的呀？我问出这些就费老劲儿了。哦，对，还有，他爸是个海军，嗯，好像是干部，别的我就不知道了。他爸不可能是战士吗？那这个你随便看看。这就是你这2000是吧？对对。嗯。哎，哥。哎。周队奉教，我跟我哥说句话。干嘛呀，哥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我们队来了？还特意来看我们跳伞，是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？你这丫头啊，是真没良心。上次要不是我在关键时候给你出把力，你的体能补测恐怕过不了关呢。别给我绕弯子了，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。瞎猜，你知道什么呀？干正事去啊！哥，你先在这儿待着啊，我先过去。嗯，小心点啊。嗯。哎，小龙，哎，你哥挺帅的呀。哎呦，拜托，你别是想问我哥结没结婚，有没有女朋友吧？得了吧你，谁像你那么没出息啊！抱我一下。嗯。怎么了？心事重重的。周队，我真的觉得一飞2000有问题。你说的情况，我已经通报给研究所了。你再好好体会体会，好好想想，问题可能会出在什么地方。你找到问题，我给你请功。真的？当然真的。给。谢谢。不客气。你们真挺不容易的，尤其是那些女孩子。搞竞技体育没有不苦的，特别是跳伞，要求人和伞高度和谐，运动量大，风险也高。而且，伞和飞机对天空的依赖性都大。一般来说嘛，早晨净空，气象条件最好。所以啊，你们还在睡觉的时候，我们早就进场训练了。你自己看，我先过去。哥，那里边也看得见呀，这太阳毒，你会被晒伤的。不来不看不知道啊，我这妹妹伟大。啊？说什么呢？绕口令似的。哥，我跳的咋样？你们在天上都一个样，我哪分得出谁是谁呀？不过，你们的伞真好看。说伞干什么呀？说我呀？那还用说吗？我妹妹肯定是最棒的。哥，待会儿我们几个跳特技，你呀可以申请一下，从那望远镜里看我们的新动作。就是你跟我说的那种在天上转圈翻跟头那种。快别说了，巨傻无比，一听你就是个外行，那个叫特技。特技。记住了。记住了。行了，去吧。我先过去啊。雨辰，要不然你休息一会儿吧。雨辰，没事。雨辰，啊，你们俩开小灶也不叫上我啊。你也知道，我最近腿老没劲儿，哎，落地也不是很稳定。哪像你呀，整个一个踩点的机器。找我有事吗？啊，对。大队要举行演讲比赛，我们队推荐你和夏雪参加。周队在办公室等着你呢。啊，去吧，我就算了吧，让他们年轻的去吧。那可不行，怎么还等着你拿分呢？比赛好了，还参加上面的比赛呢。
赶快去准备准备啊！那我还真得去览室查查资料，别因为我给咱们女队丢人。哎，你还不休息啊？我啊，夏雪对一飞两千提出的问题，现在成了我的一个心病。那这问题你怎么看？哎，我准备啊，再到伞厂去一趟。如果说设计上没有什么问题，我再看看是不是生产工艺上出了漏洞。好，我也找机会再跟夏雪谈谈。好啊。哎呀，如果一飞两千有问题，老伞又没练，比赛拿不到好成绩，咱们这队就真危险了。我知道，我会尽快查的。哎，对了，何大人，全国大赛的秩序册下来了，该出名单了。嗯，行，找个时间咱们研究一下，尽快吧，好吗？喂。哦，找你的。喂，哎，有事。哦，哦，哦，是，好好，哎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就来。哎，好，再见。帮我关一下电脑。哎，去哪儿啊？
娃哈哈集团提醒您收看下集预告。周队，这跟态度没有关系，如果伞出了问题，你们负不起这个责任。哎，这个你拿着。这是？没什么，就是点吃的。我知道，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没有用，因为你是教练，你处处压制着我，处处挑我的刺儿。哇，神州笔记本电脑，256兆内存，14寸液晶屏，多少钱？4880。哇，比台式机还便宜。4880，笔记本电脑提回家，神州电脑。Listening. What is it? Are you? 请抓紧，派谁去参加比赛，就要看你们平时训练的成绩。希望大家努力。还有，我要重申一下队里的作息制度：晚间按时就寝，熄灯以后不准外出。夏雪，你出列。我们每天很早的起床训练，没有充足的睡眠时间，就不能保证训练质量和空中安全。以后无论什么事，都不要破坏制度，知道吗？是。圆形的运动，它的机构呢，简单。各位首长，各位评委，队友们，大家好。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让青春在蓝天闪光。相信大家听过这样一首歌，它其中有两句歌词是这样说的：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，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。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？夏雪，我求你了，你就让我一次，就一次好不好？我真的特别特别想睡觉。我吵到你了？你声音巨洪亮，不信你自己看看去。没骗你吧？都是我吵醒的。不，你以为？不是，嗯。中午本来就半个小时睡觉时间，时间这么少了还睡什么觉啊？正因为时间短，所以大家才抓紧时间睡觉。你以前都知道，现在怎么就忘了呢？我是注意到这一点了，所以我没在宿舍练吗？我这不到楼道里来练了吗？你刚才啊是唤醒了医务人，现在是影响了整层楼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哎，你们吵什么呢？人家刚梦见回家。哎呀呀呀呀！嘘，好，咱们进屋再说吧，好不好？困死我了，困死了。好的，睡会儿。小小，你也再睡会儿啊。嗯。夏雪，演讲又不是你的长项，队里虽然把你报上去了，你也不至于这么卖命啊。你是运动员，关键的还是全国赛。是啊，总有人想难为我，我不练行吗？有人？谁呀？我不相信我比别人差，我要做就做到最好。实际上应该还是挺艰难的，还是挺艰难的。但是呢，这个在实施过程当中呢，最大的原因呢有几方面。一方面呢是，从统计数据来看的话，应该平均值都不超过那个。这个就会很大的，这个呢，它这个是一个重心。
让我们带着执着的信念，放飞理想的翅膀，让青春在蓝天闪光。哎，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我说夏雪，你就应小鹿，你别说了。就是，你先别说，听大家说。哎，大学生，我先说啊。你刚才演讲的时候，没觉得我们就跟在冰库里一样吗？你太冷了，没有一点激情哪行啊？就是，是不是？那倒是，还是严肃了点。夏雪，我跟你说，你演讲的时候就应该像一把火，把我们都燃烧起来才对。你应该表面冷，内心如火，是这种状态。我给你做个示范啊，就是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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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笑什么？就是嘛。哎哎哎哎，这没对啊，这么严肃的问题怎么能热得起来呢？再说呢，那演讲有张有弛，那总不能慷慨激昂的吧？班长，演讲就是慷慨激昂的。哎呀，我就知道你们在这儿。大队长，大队长，怎么着？忙工作忙的饭都不吃了啊？那你给我们送什么好吃的？瞅瞅，薄皮大馅的饺子，香着呢，快吃！哎呦，那有人可高兴了。凑着吃吧啊，吃的还怪全乎的。哎，说这么热闹，说什么呢？啊，我们在研究那个参加比赛的人选呢。哦。嗯，这是最近的成绩单，你看。嗯。没干什么，雨辰姐。其实我早就发现你视力时好时坏，你是不是怕体检过不了，参加不了比赛？不是这样的，雨辰姐，你这可是在作弊呀！你知道，我不想错过这最后一次比赛。雨辰姐，我知道，你跳了这么多年伞，成绩又那么好，这最后一次比赛要是参加不了，是怪可惜的。可是，小雨辰姐，反正也是告别赛，是好是坏，就是最后一次了，你别这么紧张好不好？你别这么说。如果我要去，就不能给咱们跳伞队丢人。今天大家外场训练的成绩呢，将要计入全国赛选拔的总成绩，一共十轮，希望大家都能拿出自己的最高水平。参考大家平时的成绩，确定参加全国赛的人选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好，出发。向右转，右转，起步走。注意，进入五边。
准备。是李爽，鸿飞，注意记录啊。明白。夏雪，跳。夏雪。今天的十轮测验前几名，几个队员成绩都不分上下，差不多。就从这几名队员里边选择。哎呀，这成绩是不分上下呀，去掉谁，这都难舍呀。我建议去掉夏雪。哦，说说你的理由。还是老话。他最近情绪一直不好，我怕他会影响比赛。孟非，你的意见呢？我保留意见。同志们，要上戏。现在我宣布，参加全国跳伞大赛队员名单。点到名的，请出列。女队，李爽。张雨晨，到。丁小小，到。钱小璐，到。张岩，到。男队，刘毅，到。哒哒滴哒哒。雨晨姐，雨晨姐啊，兴奋的不行了，替替我高兴啊！高兴。部长。哎呦，看你那高兴劲儿，真的是。谢谢啊！哎呦喂！天哪，慢点，你们两个小心点儿，有个磕磕碰碰的怎么办啊？明天还比赛呢啊！谢谢班长。行了你，哎呦呦呦！晨姐，我得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哥。你又不是第一次参加比赛。哎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虽然不是第一次，但有可能是最后一次。小璐，你怎么说话的你？哦，我是说，决战在最后。赶快准备体检了啊！嗯，好。夏雪，别这样啊，想开点儿。怎么了？我影响到谁了吗？谁说不许听歌了？你干什么呀？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。你唱吧，想要飞，大声点唱。去，咱们体检去。我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，
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？人多呀，好过啊！小小，我有点紧张。别紧张，一紧张呀，心跳加速了，血压也上去了。没事，有我呢，走吧啊！没什么问题。没事，好着呢。怎么样？没事，正常。我这身体棒着呢。啊，还好。哎，天晴，我总是有点不放心。不放心夏雪？我刚被他顶过来，正在气头上呢，让他冷静冷静。哎，我还是去看看他吧，你在这儿盯着。好吧。下。左。换左眼。右。上。下。好，双眼1.5。怎么，小雪，有情绪啊？哎，心里有什么不痛快，说出来。孟教练，我为什么不能参加比赛？你情绪不大好。我情绪怎么了？我知道你那点心事儿。夏雪，你冷静冷静。一个运动员，情绪的心态都非常重要。情绪不稳定会直接影响到技能的发挥。你最大的问题就在这儿。你是为了不让我参加比赛，找一个理由对吧？夏雪，别说傻话了。作为我和周队，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参加比赛。但是你应该明白，既然是比赛，总有一部分人不能参加。那为什么是我呢？是我的成绩不如钱小璐、张岩他们？还是他们比我有经验，连丁小小都入选了，为什么没有我？体育比赛讲求一个公正和公平，你能当着我的面说出真正的原因吗？我知道，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没有用，因为你是教练，你处处压制着我，处处挑我的刺儿，所以，我怎么做都是没有办法的。你去哪儿？你说句实话，我吃的苦比别人少吗？入选队员的实力就真的比我强，还是他们的心理和技术都比我好？夏雪，我也当过运动员，也有过你这样的经历，所以你现在接受不了，有情绪，这我非常理解。但是，你一定要正视自己的问题。如果你因为赌气而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问题，最后影响的还是你自己。作为一个运动员，首先要战胜了自己，才有资格去跟对手较量。你用不着开导我。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比你说的还好听。因为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。不对，我的目的没有达到。我的目的是希望你能够更成熟、更稳定地去参加比赛。
我不干了，跳伞队不需要我，我回学校去。哎，夏雪，夏雪，你等等。夏雪，就算你有想法，也要等到比赛回来再说。你是干部，要以大局为重，不能因为你个人影响了大家的情绪。大家的情绪？你考虑过我的情绪吗？我休学归队，拼死拼活的训练，为了什么呀？不就是为了参加比赛吗？现在不能参加比赛了，好。我正式的通知你，明天的演讲比赛我也不参加了。哎，夏雪，站住！别打我！把眼泪擦擦，看，眼睛红的跟烂桃似的。你也这么说我？我从小跟着你。这事跟孟教练没关系，是我提出来的。就算是你提出来的，也不是出于你的本意。我知道，你是为了讨好孟非，你是帮他说话。夏雪，别死钻牛角尖，遇事冷静点。你说我钻牛角尖，你让我冷静，都已经把人整到这份上了，哑巴都被逼出话来了。夏雪，你听我说，孟非，你要不行的话就赶紧回家吧，别在这装模作样了。夏雪，我不想再见到你们了。哎，夏雪，别追他，让他自己想想。腰没事吧？没事。秦小璐。干嘛去？秦小璐，入选队员情绪不错呀！啊，你又买这么多吃的，你就不怕体重超了，让人再把你刷下去啊？去你的，江波，瞎说什么？我这是买给夏雪的慰问品。慰问品？夏雪，夏雪病了。哎，这跟你们有关系吗？当然有了。对呀，如果你要是撒谎的话呢，那就是为了你自己的肚子。哎。那我们可以揭发吗？你这不是趁火打劫吗？人家夏雪情绪不好，你还来添乱。哎，乔璐，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啊？张默，你说什么？哎，讨厌。王帅，王帅，是我。你叫我？当然是我，不然这还有谁？哦，有事吗？嗯，其实也没什么事儿，我参加比赛要走了。好，那你忙吧。哎，你等等。哎，这个你拿着。这是。没什么，就是点吃的。哎，这你美的。哎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吃零食了？这不是我买的，是别人给的。你别告诉我是钱小璐给你的，这都快集合了，你让我放哪儿？啊？你们笑什么呢？这么开心、啊？来来来来，都来看，都来看啊！哎，看见没有？哎，这个是钱小璐送给他的，
可是呢，他还不知道人叫什么名字，也不知道人家为什么给。哎，你们说，你们说，可能吗？哎，你们两个来的正好，把这东西啊，给他带回去。给啊。没什么，就是点吃的。你们也去买吃的啦？不是，是王叔让我们还给你的。他说：“谢谢你，赵一晨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给他送回去吧，他不要，我也不要。”小鲁，王翠说你不要的话，就给我们了啊！哎，没门儿。我们欢迎一号选手刘毅上场。同志们，战友们，大家好。跳伞是人类向自然极限的挑战。身背伞包，在大实若虚、变幻莫测的天空中搏击风云，有着无穷的魅力。各位领导、队友们，我是张雨晨。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《蓝天，你是我人生的最高点》。我是一名跳伞兵，13岁踏入这个可爱的集体，我人生的理想就像蓝天那么高。但是我也明白，一切都要脚踏实地的从零开始，刻苦训练，训练刻苦，这是我时常提醒自己的座右铭。我的人飞向蓝天，我的心中闪烁着那枚闪闪发光的冠军金牌。转眼我已经跳了17年，虽然现在我还是只能仰望那块金牌，但是只要我穿着这身军装，我还是一名跳伞兵，我就会拼搏到底。我不去，就因为不能参加全国比赛。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不去。夏雪，上级首长和各部门的领导都在下边坐着，这次是你的一次机会，也是整个跳伞队的机会。你应该有勇气站到讲台上去面对大家。我不想，我不想上去丢人。队里让你参加比赛是相信你的能力，你要上去代表的是整个女队。各位领导、各位战友，你们好，我是王帅。我今天的演讲题目是：我不想上台，我想上天。
上台和上天是一样的。跳伞比赛和演讲比赛都是比赛，都是意志和品质的较量。你今天走上讲台，面对的不仅仅是首长、评委，还有战友。你首先面对的是你自己。一个人一定要能够面对和战胜自己。夏雪，你今天只要有勇气走上讲台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你都是胜利者。这次是你一个人的战役，谁都帮不了你。好，你再考虑考虑。我回里边等你上台。造型跳伞要求跳伞员要有准确的判断能力和良好的心理素质。跳伞员在空中自由坠落时，以两肩为翼，两腿为舵。下面我们请出最后一名选手，女队队员夏雪。请问夏雪来了没有？如果30秒之内不上场，我们就要视为自动放弃。现在规定时间就要到了，我们将按照规定来办。抱歉，让大家等我。在上来之前，我做了非常激烈的思想斗争，到底是讲还是不讲？我鼓足勇气站在这儿，不是要进行演讲，请各位评委也不要给我打分。我只是想借着这个机会，说说自己的心里话。这次我没能入选全国锦标赛，我很失望，以为从此要告别大家，再也不能跳伞了。其实我心里真的很矛盾，直到刚才在场外，我还为我的去留而犹豫彷徨。我是真的不想跳。跳伞运动的苦与累，外人是不会知道的。地面和高空温差大，每次跳伞落地都是一身臭汗，上天又四肢冰凉。我们哪个队友的身上没有病？哪个队员的身上没有伤？但这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练了好几年，不出成绩，没有参加比赛的机会。一个人运动时间的黄金时段很短，机遇稍纵即逝。赛场竞争会把人变成机器，
太无情，太激烈，也太残酷了。有人说我跳伞是沾了我老爸的光，没错，我父亲是一位将军，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对我说，军人就象征着责任、服从、奉献和牺牲。世界军人运动大会，我们等了整整四年，上级犹豫不敢把任务交给我们，而队伍却要撤编了，耻辱，这是我们跳伞队员的耻辱。我们准备好了吗？如果去，有把握拿金牌吗？没有，我心里急呀。我知道，我们不是普通人，我们是运动员，我们是军人，是祖国为我们插上了理想的翅膀，让我们以蓝天为舞台，展示人生的价值，实现青春的梦想。在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，只要我们的血还在流，心还在跳，我们就要把青春和热血化作熊熊燃烧的火炬，即使在人生最寒冷的冬天，也要去点燃胜利的希望。一个运动员的价值，抱歉让大家等我。在上来之前，我做了非常激烈的思想斗争，到底是讲还是不讲。我鼓足勇气站在这儿，不是要进行演讲，请各位评委也不要给我打分，我只是想借着这个机会说说自己的心里话。这次我没能入选全国锦标赛，我很失望，以为从此要告别大家，再也不能跳伞了。其实我心里真的很矛盾，直到刚才在场外，我还为我的去留而犹豫彷徨。我是真的不想跳。跳伞运动的苦与累，外人是不会知道的。地面和高空温差大，每次跳伞落地都是一身臭汗，上天又四肢冰凉。我们哪个队友的身上没有病？哪个队员的身上没有伤？但这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练了好几年不出成绩，没有参加比赛的机会。一个人运动时间的黄金时段很短，机遇稍纵即逝，赛场竞争会把人变成机器，太无情，太激烈，也太残酷了。有人说我跳伞是沾了我老爸的光，没错，我父亲是一位将军，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对我说，军人就象征着责任、服从、奉献
和牺牲。世界军人运动大会，我们等了整整四年，上级犹豫不敢把任务交给我们，而队伍却要撤编了，耻辱！这是我们跳伞队员的耻辱。我们准备好了吗？如果去，有把握拿金牌吗？没有，我心里急呀。我知道，我们不是普通人，我们是运动员，我们是军人，是祖国为我们插上了理想的翅膀，让我们以蓝天为舞台，展示人生的价值，实现青春的梦想。在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，只要我们的血还在流，心还在跳，我们就要把青春和热血化作熊熊燃烧的火炬，即使在人生最寒冷的冬天，也要去点燃胜利的希望。一个运动员的价值，就是要在赛场上拼搏，为国争光。我曾经发誓，一定要在国际大赛上，让国歌因我而响起，让国旗因我而升起。我要高举金杯和奖牌，让祖国母亲为我感到骄傲和自豪。我不能选择伤病和挫折，但是我可以选择对待伤病和挫折的态度。我可能会失去机遇，但是我不能失去希望。我可能不会成功，但是我不会不去拼搏。所以，无论今天大家怎么看待我，我的信念和理想不会变。总有一天，我要去参加比赛，去跳，去飞，去翱翔。注意，进入舞边。小鹿，注意力集中点。明白了，班长。哎，你们谁是机长啊？张雨辰。准备，准备。雨辰，你没带风向标吗？没带风向标，我们怎么跳啊？雨辰。有我们的吧，谢谢。没事儿啊，他就是闭着眼睛跳也不会是这样啊。别着急，谁都有失常的时候。你怎么回事啊，雨辰？你怎么还不是个新兵蛋子呢？对不起，我下次一定注意。你们别着急。我怎么不着急呀？你是我们的主力，你都三个大功分了。
七八糟。报告，进来。进来。雨辰，有事儿啊？周队，我错了。怎么了？什么事儿啊？因为我弄虚作假了。雨辰姐，张雨辰，这是什么呀？哎，你们大家都来看看，这是什么呀？上右下左，这什么呀？哦，你的视力就是这么过关的。秦小璐，你想干什么呀你？张雨辰，我们平时可都把你当姐姐看，这次体检你带头作弊、弄虚作假，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？怎么不说话呀？别说了，不会也是王帅教你的吧？秦小璐，你完没完你？雨辰，你告诉他，那不是真的。不是真的，班长，你太善良了吧！不是真的，他能把拿到手的奖杯送回去吗？你说话呀，雨辰姐，你说话呀！你说这不是真的，雨辰姐，你说话呀，是不是真的？班长，开个班会吧。检讨。看什么书呢？感觉怎么样？挺好的呀。哟，你也不怎么在乎全国赛嘛。算了，我还是找别人吧。哎，等等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不在乎吗？谁说我不在乎的？算了吧，你又拿我开玩笑。谁拿你开心了？到医务室体检，然后收拾东西，准备参加比赛。真的？雨辰。我们走了，抓紧时间看眼睛，别耽误了。都是我不好。